上去外洗，还几年几年算得那么准？刚才看这一个树皮比较平滑，他在看它肚围，他在看肚围，对，宽大的，那个我觉得是很宽，够了，哦，你拢起都不丢啊！这是美丽皮，美丽皮，皮啊，红块。相对的，咱若看到另外一种的树皮较高、高面皮、高壳的，哦，迄就是伊的变种，伊的环境啊，红块的环境啊，高壳的，就是叫扁薄皮诺皮，这才是皮诺皮。啊，咱若看到树皮薄、薄皮啊，薄，这就是红块啦。哦，啊，树皮较高，这才是扁薄。哦，安尼有一个概念啦。啊，红块美丽皮有一个缺点，什么缺点呢？像这丛，咱今麦甲看，是不是肉材真好？加杂心。啊，阿里山十几年前是不是多一丛？哦，那是安怎？空心的。空心啊。哦，所以美丽皮有这个缺点，少部分有一两丛，伊若伤过熟啊，肉材伤熟啊，像这你要甲错落利用，搁较老，老到尾啊，伊嘛同款的空心的。啊，若扁薄起落去呢，伊就会较杂心的。哦，所以咱第一点看树啊，你若要看分红美红块甲扁薄，美丽去甲新落去，第一点先甲看树皮，大樟树啊先甲看树皮，薄皮啊就是美丽去，哦，啊那高壳啊就是新落去，哦，安尼就有一个概念嘿，咱今日看树啊，你若先甲看外观，哦，啊咱即卖来搁看少数，咱若看到一丛还是两丛空心的，迄是啥？红块啊扁薄。红块，哦，迄个红块啊，吼，安尼就较好记啊。嘿，啊，家具真简单，你就一定来切几块木材。哦，啊，因为是属于长寿树种，长寿的树种咧，伊个木材致密度拢很高，所以就看到纹路买较水。哦，啊，你就看一下色彩。啊，普通一般咱这树啊拢有香味，树啊拢有香味吼，块木都有香味。所以你若看伊个木材，你若看伊较偏红的，叫做红块嘛。哦，啊，你若扁薄，伊就会较黄，所以扁薄伊搁一个外号叫黄块。哦，安尼知？啊，一个木材就较阿巴斯啦，阿巴较红一丝，啊，一个鸡巴斯较黄一丝。安尼讲，较有，你就比较容易去分辨。哦，块木啊咧吼，就价值性了。价值性都一级木，台湾有五大针叶木：黄块、扁薄、孝南、香山、台湾山。哦，这拢咱台湾的一级木。占苗树的一级木，啊，若较早咱坐靠左椅的二级木第三，吼、嗯哦，啊，五大科的木材啊，无，五大针叶木，五大科的木材啊，无，啊，鸡油，捌听过无？榉木啦，哦，榉木，哦，啊，若南部迄边的毛氏，台语咧讲的啥？乌檀，哦，啊，搁乌心蕉，乌心蕉，乌蕉，茶树。哎，牛樟啊，个台湾茶树，这五种是咱五大阔叶木，高经济价值，在国际上很有名的木材。啊，头拄啊，较早讲的是五大针叶木：黄块、扁薄、孝南、香山、台湾山。哦，啊，你嘛感觉奇怪啊？咱个一个红豆杉奈无入去，红豆杉嘛是算高级茶啦，物稀为贵。哦，哎，头拄啊，就可能先了解讲五大针叶木、五大阔叶木哈，你咪要考试哦。榉木是哪一个？那是榉木，那个年岁是怎么算的？哦，榉木是鸡柳吗？一定只有鸡柳吗？榉木是鸡柳，鸡柳你要几条啊？鸡油，咱鸡是不是有油？你甲煮的是啊，所以表示讲榉木伊的木材安怎？你看起来敢那较幼气、较幼色、油质啊，真水啊呢？哦，不是一种树啊，是鸡柳做鸡油啦。哦，台语有做鸡油，国语有做。台湾榉木，三毛榉，榉木，咱即马来去家具行有啊，还是路边咱看过，伊就改写榉木啊，啊，就是迄榉木，啊，就是高级茶。哦，我想一种茶，这对，这鸡柳，这是迄个。哦，啊，咱，我见你小朋友要对嘿，啊，咱今日看的吼，来到这，这有这奇兰山，奇喜兰花的山，兰花奇喜的山哈，啊，小那叫马告生态公园，知影无？唔知，原住民多吗？唔知哦，马上告诉你。马告嘛，哦，马上告诉你。本来咱政府，咱家尽量卖公正地啦，吼，拍摄因为这松林咧，啊那滴改水当中啊，免不了当时啊，讲到搭一个做政府搭一个事吼，咱国民政府来台安怎，免不了。哦，啊我是
照这个事实来讲来就好啊吼。我嘛唔知讲你有我打一档，我打一档啊，拜一档，我讲就拜。我哎呀吼，马告这个国家公园本来咱台湾是真济国家公园，水坝啦吼，对无？恁中部呀，真济啊，阳明山国家公园、金门国家公园很多嘛吼啊。所以去当阿扁也做总统的时候，就想讲啊，咱台湾啊要有一个原住民做主体一个国家公园。哦，伊当初是安尼讲啊，吼，是利益很好啊。本来就是讲，你原住民做这个国家公园了后，互你原住民家己来管理这个国家公园。啊，不过原住民家己本身咧反对因卖，因为啊，你做国家公园伊无方便啊。念伊只关节，念伊遐会当拢袂当入去，伊就无方便嘛。啊，马告这两字是原住民的话，原住民有做马告，啊，然后做山胡椒。是一种树仔的名，吼、哦！啊，今日钱开，这树仔捌看过无？捌食过。哦，恁拢住台中，咱台中有一个中英大厦，有无？马告的果实，这个籽经过咱中英大厦研究所已经甲研究出来啊！伊这个果实内底成分可以治疗忧郁症，可以帮你提神，也可以帮你解宿醉，很好的一种药草植物，药用植物嘞。哦，啊，今日来要甲熟悉者。哎呦！哦，那现在马上告诉你，这张都是马告，这张都是马票了。难怪也有人是登地登地的，这张都是啊。啊，一般我头路啊讲过是吃伊的籽哦，吼，伊的开花，开花是白色的焦色蕊啊，啊，开衰时才结果实。哦，啊，伊这叶啊本身都有香茅的味啊。哎，帮你提神啦！啊，咱呐前两个礼拜你有看那个新闻，东森新闻台还是迄个未来电视、未来新闻台，伊新闻有播哦。迄个梁朝伟啊，还是钟镇涛知影啦吼，香港的影星，伊呐过来台北，伊拢找阿妹、张惠妹，啊，张惠妹拢甲带去台，带去台北屋来食马告鸡汤。听讲食好个汤哦，身体拢加外用个，所以因真爱来咱台北。哦，啊，伊叶啊本身就有香茅个味啦。哎呀，啊，今日来有要甲品看卖？无咯，袂哦，你大家拢遮热心，安尼啦，唔着你我过来甲办好无？好，唔好啦。哎呦，来我来知你大家拢遮有心个对嘛？即若对，你咪着甲太平洋对啊？对啊，对啊。拢甲恁准备啦，来。老师来准备哦，老师来热忱哦，谢谢。唔啦，即数量有限。哦，你那笔刷后边去编一个吼，哦，因笔刷在，笔刷就晒无啊，笔刷在，怎个脱落水来？哇，拍摄无啊，我大家轮流拢无啊，吼，谢谢。好，今日个熟悉者哦，这就是马告山胡椒哈。哎，真的，你看把整入去，东西南北四面去给它取样。啊，整入去了，伊这外口呢，伊这有刻度。啊，刻度会甲木屑呢，调你刻度抽出来了，再搁用仪器来甲照，啊，就知影伊几岁。哦，这用科学仪器年轮做来测。你第二种方式。啊，今麦呢，目前呢，搁一个方式，像咱照电工，捌照过无？身体检查有没有照过 X 光？有。那是不是一种仪器扫描的？对哦，即马即上先进的，用这个仪器安尼个扫过就好啊。
哦，类似那种仪器把它扫过去，啊，看伊内底碳十四、碳元素啦，物理原理啦，二零一三呐，退化的情形，啊，二五六四年，保养小区，六七六五百，啊，不管你用哪一方式，接触外年龄，世界各国拢同款，伊头前一定加二二三，约大约多少岁？啥类下约呢？啊，不确定性啊，我都不确定啊，没有。对啊，啊，啥落会误差呢？哦，就较少年。不是，因为手啊，甲咱人同款，伊买虚报年龄。哦。伊买报。哎，伊会多报，不会少报。像我，我讲我十八岁尔，啊，伊拢会，不是，本来两百五十岁，我两百五十六岁，伊会多报，因为手啊吼。伊那伫生长的环境季节当中吼，它只要碰到一段的短暂干旱季节，它会自动怎么样形成个假林。哦，所以有当时也可以报警。哦，所以一般植树啊，世界各国所以头前拢会写一个约，大约哦，这最主要原理就伫遮。哦，后来还有什么问题要问的无？你这个平的这个介绍吗？好，来这段来叫我们出来，好来。咱即马即个角度甲看即丛两千五百几位啊，树心有空心的也无？无、哦，是毋是空心的？对、哦。啊，空心的是方块啊，扁薄。方块。方块。我去讲了，你听，我刚才我咪看到新闻。好啦，啊，咱就知讲这吼，两千五百几位啊嘛，头拄啊讲方块有一个缺点啊，过收色啊，对无？啊，不过咱搁较看，倒手边是毋是还阁杂心的变主干？对啊，哦，两边避风车安尼去，啊，这些工作人员你甲看，真有爱心哦，用墙壁、爬电线杆、电话条、诶，木质型的钢筋来慢慢去，去你顶端用钢索甲绑起来，有看无？有看到啊？吼，啊，你若无插伊，就裂缝裂得很快，就容易倒啦，两千五百块，你倒就是无彩啊。哎，可是老师，这样子长不胖啊？不会。你看它的叶子又长得很茂密呀、啊，有没有？表示它这个人孔子还可以存活个几百年以上都没问题。跟咱同款，愈坐话咱身体愈健康，啊，就爱较起来，较常起来山顶，空气较好，运动吼。是啊，这个是为云顶转倒落来。后来即摆我回答你的问题，哦，咱我知道咱这段拢真有爱心啦。嗯，讲出坐话头前嘛有遐奇怪啊，小姑姐。哦，啊，有个人计讲这教鞭啦，吼，啊，实际上这是另外一种植物。咱做囡仔时捌看过电影《泰山》，滴条嗷呜嗷呜，滴条个藤啊，藤啊，哎，这个藤蔓类。那一般啦，藤蔓类伊拢有安怎？它本身会怎么样？有攀爬能力。第一个，植物跟咱那么同款哦，有生命的东西，咱第一个要求啥？求生存。第二个再要求传宗接代嘛，对不？所以伊这嘛同款啦，表示讲伊这个树藤，它可能会在这边成长上来，被风吹，然后靠在树干上面，哎呦，攀爬能力慢慢啊爬起来，哦，啊再盖隔离，哦，啊那这丛呢，这个藤啊几岁啊，知不？不知道，我嘛唔知道，世界各国国家厉害科学家，伊嘛唔知道是安怎，咱树啊有年轮，因为这无年轮，对。因为伊无连文，佮到目前为止，科学家伊拢无法度去鉴定讲这伊几岁，只能从蔓藤类的品种，像咱种菇啊、种葡萄有无，伊嘛会酸啊。知影讲咱种落伊差不多几岁，安尼落去甲判断安尼尔。主要它没有连文。哦，这咱互咱了解一下嘿。哦，好来，无问题吧？好，过来。啊？阿里山山峰二头会打。好。好啦，我即摆我先甲你，我即个问题我连做一届拢会回答你吼。咱即摆先甲看，咱头拄啊看的心木，看两层尔对无？啊，有诶第一层甲第三层是毋是较远？这两层你安尼甲看，你有一个感觉，伊生长的环境拢是啥物环境？崩山，是毋是崩山险陡峭的山坡？对无？啊，过来拢是山的北头顶。是安怎会安尼？哦，伊一般生长的海拔高度是伫台湾是一千至两千九，哦，啊，咱宜兰这边雨水较高，较凉冷，所以伫宜兰八百公尺的海拔就会看到快木林啦，哦，这是一点的。所以伊一般伊就是爱冷凉潮湿，爱这个环境，啊，佮海拔一千两甲两千九，表示讲咱台湾呢早期安怎地动，还是崩山，
哦，造山运动平乱就搭六月前几工啊，不是咱中部啊到位啊哟，南投啊，哦呀啊，啊你若看到崩地动啊，是不是会崩山落来？啊，崩山是不是有空旷地？嗯，有空旷地的时，才是咱这个台湾的快木地啊，传宗接代的时。爱伫海拔1000到2000高的当中哦，伤低伤高嘛袂使哩哦。哦，啊表示讲，那有快木林的所在，表示讲降雨量比较多，集水区啦，积水区啦吼、哦。啊，因为伊的枝偌大了，你捌看无？毋捌看啊。你看涂骹这芳的，有一粒啊，一粒十四粒啊，这着控制还袂出事的子孙啊。来，我手底嘛一粒。哦，这粒较细粒，对哇、啊。啊，我著甲你讲，你涂骹迄有一芳的迄吼，你甲看，伊一般吼、哦，一般大细粒呢是甲土豆仁同款啦。啊，你看伊外观十几片哦，你所以你会震撼，加震撼哦。外观十几片，十几片你甲看，我这甲连落籽都弄出来啊，有看无？籽都是遮细粒，比黑芝麻还小，造物者很神奇吧？比黑芝麻还小，在我们台湾海拔1000到2900公尺的崩塌地、空旷地当中，啊，都大起来啊，啊，大到这大长1000公分，是不是很震撼？哦，你今日来才知讲，咱台湾国宝级的很震撼，啊，这么震撼，无掌声鼓励一下嘞？感谢你们啊，谢谢啦。有啊，这拢是。你若要叫对传宗接代，啊，海拔1000到2000高。这拢是无。哦，哎哎，我注意了无。这伊的种子啦。碎了无。落落来。这拢是的。对哇，你看这一粒一粒，你来看到下边这搭咧芳的一粒一粒，这拢是啊。我拢按落落底啊，那有。有啦，你看到有啊。你爱冷啦。快去，连咪沿路嘛有吼。因为咱要像一丛啊一丛啊咧介绍，才拢总单单是丛好名51丛。咱即摆才介绍这编号5号的尔哦。嘿，那咧介绍落去到底啊，到明仔载。吼，啊，所以我知咱这段来真有兴趣啦。吼，啊，当然你有问题，我尽量甲恁回答，啊，我嘛尽量甲恁讲。啊，这念咪咱有一个阶段，就是讲赛德克巴莱拍片的现场。景点真水，啊，咱会聊较久的。啊，我即摆要甲你建议哦，你是要行较忝？靠山顶，较可以有啊。行还是忝的。诶，啊，若要行忝，靠山顶较可以有啊。嘿嘿，靠山顶。水较真清楚啊，因为时间我头拄啊讲，咱差不多3点外、4点要起到顶顶，所以连伊都拢一直要赶路，落到上下边才伫遐爬起来。啊，若要行近程的，咱时间就较量，较量的时轻松啊行。后手呢，近程的新目还佫同我看，差不多30几站。30几站，啊！若专程，咱同我加看10几站，差不多看40几站。哦，啊！我即马就是要先了解，啊，因为伊这个价，这个价真价，这个坡度不很高啦。我是看你啦，我是一个解释，啊，这个坡度是比较陡啦。哦，啊，我即马就是要先跟了解，因为下雨所以进城。看什么看呢？啊，因为无领队啦。因为那进城的，我解说内容较丰富。来就是讲咱边走吼，风景较水的所在，我们会待得久一点。啊，那前程的就较歹些，因为咱刚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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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我们是要建成的，全程全程的，我全程的不？我全程先说短程的啦，先说短程的啦。我两个哦，安尼就是短程啦。好啦，安尼就是短程啦，安尼就是短程。全程的全程。是有是有是有。3+1，啊，无你家己行好不？我跟你讲安怎行，你家己行，啊，你这团队我来带。三导游啦，三导游。哦，全程。变得老了这样。现在呀。现在我们该翕一个团体照啊，无？这张是上大张的，这张做背景，这张翕起来是真水啦，吼，好不？你帮阮照啊，你帮阮照，你照团体照，来啦！我们要拍团体照吗？团体照，快点，快点，我们要照团体照。相机他们就在这边拍的，哦啊，有看赛德克巴莱，有啊，哦来下集哦，彩虹桥哦，来看日本兵穿到你去去找原住民的所在，就这样去的啦。
彩虹桥这个店票。彩虹桥下集。嗯。你看到一本兵，抓狗有无？抓狗，因伫这边，伊这边抓伫只弄过来，抓狗伫只弄过来，直接找到一个原住民，就是这个地方。啊，这是彩虹桥下集的那塞德克巴来拍片的现场。啊，今年三月底，舒淇啊，舒淇也来这边拍电影，那个侯孝贤当导演的。他拍的影片叫《高中》呢，装片叫《聂隐娘》，聂隐娘，嘿，舒淇当女主角，伊就伫遮安尼行，哦，在那走下去，这嘛是个舒淇拍片的现场，哦，可以去唱的，叫他们点感动，不会啦，打打拼。来，咱今仔个拍片的现场哦，包括拍偶像剧的现场，一个人也拢甲咱讲啊。啊，不，你要去做翕相，啊，你今仔这个所在吼，一边啊，一边啊，多看一个植物。我相信你一世人多看一边，很特殊的一种植物哦。哦，啊，你尽量不要用手去碰，啊，你可以去拍照，啊，袂使用手去甲摸，好不好？水晶兰。水晶兰，你啊看哈，哪个兰？兰花的兰啦、啊。哦，水晶兰。你看，迄白色的有无？植物皮有无？哎呀，是不是像水晶？即卖伫开花啊！啊，这是即卖要开花啊！这个叫水晶兰哈。是。哎，我相信你一世人光看一遍了哦，拢全白色的植物皮，拢无晓哎。以它这个可以不行光合作用。啊，老师为什么？到秋边遐嘛一丛有无？为什么一辈子可以？伊就出来，发出来较少啊，你平地看无啊？啊，一定要这个季节、这个环境才看有啊！啊，伊不要是光合作用，这款就是半潮湿的水晶兰呐，水晶兰呐。它就是那个那个热成像，水晶兰，那两个也算多，两个像你的，以为是菌类的，不要太晒，这个放下，那个水晶兰，这个水晶兰可以拍照，不要洗手，拍小朵啊，不要用手动。这只要一掌，我应该多注意。可以带回家种吗？一掌啊！来，对了，对了，来，过来，好了，我们再来这边哦，来。对啊，我旁边那里过去。白白的那两棵。你看嘛，咱这树皮较厚，啊，这树皮那么了啊，这薄皮啊，厚壳啊，厚面皮啊，安尼要留看看会出来无？啊，表示安怎？咱头拄啊有甲各位报告，从日记写的。哦，啊，可以讲扎枝搭去遮，啊，细长的时是毋是大起来时的枝棒？啊，枝啊，啊枝啊，成了讲这边会变敢那像饼呢？表示讲扁薄鱼肉鸡的茶较定心嘛。哦，你较软丝的一定会叫客嘛。就是讲你较大，我较细，伊就互你客较鸡的，对无？同意思。啊，所以若南部的人客来讲，嗯啊，毋是啦，我毋是要甲你问这個，嘛无要听这個，我讲我无要听啥。如果唔是啊，恁这新埔唔是，逐层拢有号名的，啊，这这么有特色，小了无号名。你来，你搁讲一间好无？水晶兰，水晶兰，水晶兰。嗯，长谢长，你家放起来，是两小无菜。等到我们有，你要清蒸素就好啊，对吧？两小无菜，青梅竹马嘛，你再一长出来，有激素买晒。结果我讲煞吼，因一个查甫看看讲唔好，不要，不要叫情人树和夫妻树，我讲是安怎？你讲你搁上这款。小三闯入啊！是不是啊？第三章。小三闯入。哈哈哈哈哈哈！有道理哦。哈哈。他闪光跟不闪光？要叫什么？夫妻树了，结果不好了。小三闯。对啊，我说这啊，把他好几个名给邓师傅呀。小三料。不是啊，这个是夫妻树。小三闯入。你嘛是有理啊，啊，这摆来个好一个较赞的安尼。这是什么好想法？想象力丰富的哈。我是讲，啊，人家正在亲热的时候，突然间，三星跟阿爸，我见面到了。本来啊，我把他给弄不讲嘛哈。第一代，啊，志向那只马，那去顶关发过来第三代。第三代。第三代，咱保守的高品，300位。哇，第三代较勇啊！咱甲看第一代都唔知偌久啊，是毋是将近要1000年啊？看这木材，那个比较复杂，所以即马经过
经济专家研究出来，这张倒落来这地带，这张也做一千块，伊倒你这一千年嘛，够安尼。哦。你著知影台湾的矿物好到什么程度，未拗未臭。未拗啦。哦。不怪讲现代国宝级的树啊。哦，啊，咱台湾的文建会、新政院文建会，就是要甲今日咱看的这款树种，要甲安怎列入世界遗产？台湾唯一要保的生物，就是咱今日看的这款树啊，吼。诶，要列入世界遗产，即卖在树种啦，吼。还有一个帮忙保护的，嗯，人家那个妈祖，他也是在录视频的。你们怎么样？哎呀，做我的第一代，第二代就。好厉害！哦，哎，我们这一次看到这个真的是如我的票价。我要的。你喜欢是不就？三代。啊！咱过来后边，咱即马甲向后边过来甲。啊！这个就是听。看嘞，树花什么看嘞？知影咱台中来到这个过宝地，拢甲咱惊哩。你有感觉伊树花拢甲咱惊哩，安尼动落来有啊无？有没有看得很清楚？有。啊！咱嘛感觉讲这树花嘛较好，就是讲啊，所以假明显安尼做对人就知。这是那个红块。红块。啊！那这树花较甜蜜哦，吼，就开始多的。就靠你嘛，就靠你嘛。对呀。你那季节变得起，啊，就看那那门口很漂亮的。朦胧啊，你这种朦胧朦胧。司马光。司马光。看年代的啦，哎呀，判根错节六法，对是那个哈，我是调鸡冲的嘛，嘛不安尼，地图。台湾块木分布的范围，北起插天山，就是伫咱即个附近啊，往台北遮北起插天山延伸去搭去，甲屏东的大武山山顶台北一千多年前到拢有，啊甲大武啊中央山脉嘛，啊如果各位还记得，台湾有三大林场，都三大林场，知影无？东势林场、阿里山，我知你拢先讲你咱东部的，我等下讲。咱东部叫东势林场、清境农场。哎，不是，是松林游乐区啦。我即马讲的三大林场啦。哦，啊那北部，东北部就咱对面这边的太平山。啊，南部咱就知一定阿里山的嘛。所以阿里山讲的森林铁路嘛，要列入世界遗产啦。那是风景，风景区尔。啊，即马阿里山周围即马目前台湾心目上最多只。咱这粒山高十六公顷尔，十六公顷哦，新木就全国上大的新木群啊，号名就五十一丛啊。啊，这个单位作业森林的面积偌济呢？87,888公顷。啊，只高十六公顷尔，所以表示内底要真水。哦，啊，这个经营森林的单位，叨一个单位知影无？错。我报告给你听，哦，有够长的长啊！中华民国行政院国军退出役官兵辅导委员会荣民森林保育事业管理处所属的旗兰山工作区的中国历代神木园区，中国历代神木园辅导会森林保育处。啊、我嘛唔知道，啊，我嘛唔知那会这呢长啊！啊，你当初我来这家上班的时候，要写浅显哦，那写安尼写到手还要酸。哎呦，啊，那再讲退伍会的对嘛吼？好啦，咱这边，看那个正正手，那个我过来甲看一下，是不是有两张？对不？内底迄张三国时代的花图啦，哦，
是啊，国旗在花朵啊，成功，生意啊，好，第一个外国人成功，我好像看，哎，再看你电视呢，就顺眼呢，成功不？那咱台湾就很好看。你可以看上面的顺眼，哎呀，漂亮，对呀。啊，咱今麦大鱼都卖个好，咱今麦搞个好钱，好不好？打一张是粗皮，打一张是厚面皮，打张薄皮。这厚的，这个薄的。啊，厚的是啥？面薄，面拢起。好，好，啊，你今日拢及格啊，感谢您。你讲拢有你听，有你讲的。哇，厉害厉害！真成功了，这个。面顶才水的，这是你来的，看面顶有这样子。面薄，它变的是很快，它变。很快的，很快啊。全部都很雄壮的，你是看，你这样是强壮的，对啊。皮薄还是薄皮？帮我照一下。不是 Hinoki， 是本博叫 Hinoki， 红块叫 Maniki。哦 ，Maniki， 本博叫 Hinoki 哦。嗯。Maniki。啊，听说呢，早期这边的原住民是太，赛德克族是太一个混血。啊，红块。Maniki。啊，都是壮汉。啊啊！若两百几年前啊，去去人讲的猎人头啊，哦，这太阳是最凶的，也是这一组嘛，哦，两百多年前啊，所以这当中，西洋山这边的两个块块木的树啊，无同。今嘛，咱来去台湾佚佗，包括恁台中的啥溪头，嘛拢这款树啊较济。什么呀？哎，对，这就是本柳杉。哦，柳杉。本柳杉扎起就是可以做啥？做电线条啊。哦。做电线杆的，扎起上来引进第一点呢，种子呢，对日本引进是比较紧，这第一点。哦。第二点呢，伊对咱台湾种的结果呢，生长较紧，生长啦紧，是毋是土质蛮较会调，较就较袂崩山，吼、哦，所以山顶也好，一定要有树啊，一定要有松林，吼、哦，你土质才蛮会调，啊，过来就是讲较袂有水灾什么物件，这是第二点。可是你穿袜子的啊。主要就是生长了，生长快速，啊，过来第三点的，台湾光复初期安怎？盟军轰炸，日本战败啊！是不是把咱台湾的电力拢破坏掉？咱台湾要发展电力，伊当中工业要未发展的时啊，也无什么水泥厂真少，所以摕这款来去做电线杆。啊，咱即马若啉的沙克清酒啊，咱拍开是不是有一丝仔香味？日本人伊就会加这个杉醇啊，酱，哦，还有一种强壮作用，叫做日本柳杉。啊，咱即马知影日本柳杉的伊这茶质拢较歹，茶质拢比咱的快木差真多啦。哦，差距较慢，啊，咱即马水泥厂拢出来啊嘛，啊，即马这拢摕去做啥，知无？
这款的手艺木材，咱来去游乐区佚佗，大部分公路拢看拢这款的，即摆拢摕去做啥？咱甲看，做这标高一四七零，咱有甲看无？这个标高一四七零，咱即摆甲看这个木材就好啊。伊这个木材拢经过加工处理过，过防腐处理过。请问一下，那个是洗手间？哎、啊，对，啊，甲放伫户外，同款嘛是安尼，真紧。啊，咱有洗手间。咱国甲看，只甲看过迄个地多啊，有无？你地多啊，同款嘛是放伫户外，你地多啊，是安尼快的。你地多是落去的，啊，甲这伊爱甲做。查起户外就查只地。两家这边。后来啊，要变爽的叫变爽哦。一人站一边呢。来，这个标。那张李世民是？那张就加杠的，没有生命迹象。啊，这张强了，讲有生命迹象。因为这张哦，我那来是拢直直看，拢无晓啊。啊，都爱看向阳日头照那边啦。真啊，早起时啊来，拢看个真清楚。日头照那边的分枝有无？遐分树枝啊，遐树啊，搁在发芽。新的叶啊，搁你换咯。但是讲伊的根系呢，因的部分要够需要生命迹象，所以真侪人去啦来讲话，啊，做做都无资料，我讲无资料，搁你交皮吧。还有在到散酒，还有生命迹象啊。啊，咱家有要搁入去看无？要来这个四五层哦。刘玉龙，李商隐的那个东唐朝嘛，那个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处丝方尽，那个嘛，啊哈。还有讲宋，还有讲宋文帝。宋文帝啊，宋朝，感谢老的。那有下那个。宋朝。台语啊，捌听过无？合作，那个红高粱，红高粱捌听过。我即马爱讲较紧。过年是不是爱收鱼啊？啊，鱼啊是不是爱红的？啊，咱创个的米糊是不是爱红的？红花腻的。对。啊，阮这边叫做红高粱啊。啊，你讲红花腻的？啊，你咱即马甲看，伊即马就开始要开红色的呀。哦，啊，不过伊这个红色的，咱若无足够的时候啊，咱的米糊啊，顶管用这个灰，甲染一丝啊，就红红红啊，啊，就水啊，较早拢提这去做红足够啊。这个是白红色，这。不过有的唔知。哎呀，就是讲，哎，咱从红烛锅一家里嘛，一家里啊，就去买伊个花插去一家里，中毒啊。所以咱来去大间病院的，去大间病院来去领药的是，伊这都把你列为药物植物，哦，都爱特别注意。啊，这是较早咱扎猪啊、针卡啦、什么要吹蘑菇啦、说鱼啊要红较水啊，用这个花去养花红素啊，花红素啊，所以甲腻腻，啊，搁高温过，食一束啊，袂紧，啊，这袂使。你在搞动作菜价，动作菜价都比赛，就有动了。好，好，所以要稍微给它分辨一下。哎，啊，紫薇甲九琼同科的啦。啊，一般紫薇是属啥？灌木，什么叫灌木呢？灌木就是讲较矮，较袂大丛的。啊，这款叫做乔木，大乔木会较大丛，吼。哎，吼。人来讲白木还是啥？白木啊。不走吗？啊，表示头前有读过书，啊，若讲土塔天王，土塔天王的李靖那个神话，很神棍啊，朝鲜古道有三朝，有三千年纪，哦，啊，这两个东西四大古物，你当名当姓，这嘛是唐朝的，唐朝的对，魏国公，百战百胜的将军啊，啊，有点功高震主，因为当初李世民讲的，你来搞搞魏国公啊，啊，伊当初。
这种的木材，这种形体吼，袂安尼五花十叶。这种上贵的就是日本人上爱的，就这种，哦，材质吼，又圆又直安尼。这不做做迄个家具上，系啊，这上价值的，因为它在神社哟，系啊，为建国。加五十一十个姓名号名，包括这叶兰、兰花、国宝级的兰花、牡丹龙，真济植物吼，而且免费的，有需要都可以拿。好，啊，今日跟咱讲，好，啊，跟咱介绍个这，感谢你，谢谢。